不一样的中秋，不一样的月饼。台东县政府与仁安基金会9月11号上午于社会处一楼大厅内，陪伴80多位街友、单亲家庭以及弱势民众一起过中秋。最近因为天气开始慢慢在转变了啦，所以我们好朋友也在外面的时候，那个天气要稍微注意一下。希望大家能享受到团圆的氛围，善心人士及义工纷纷送上温暖，让需要帮助的民众都收到暖心的披萨以及民生物资等中秋礼品，在这温馨节庆里都能度过个快乐的中秋节。吕宇轩、古盛典采访摄影。